哎，车子卡住了，动不了，下面是软沙，怎么办？通常人家就会用一档，然后用力拉转，然后推车拉转，然后后轮一直空转喷沙，这样子慢慢推慢慢推慢慢推，这个很吃力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吃力。那有什么小技巧可以不要让后轮打滑那么的多？我说的小技巧就是不要一档拉转，你直接打二档或是三档，然后半离合器用低转慢慢起步，然后就继续用低转较高的档位继续起。我们直接用二档，如果是沙子或是小小的碎石，都可以用这一招看看。这样子用低扭力慢慢把车子推出来，真的会比较快，可以试看看。你就不要搞转啦，那个只是会挖洞而已啊。你要再放那一块的啦。那你就推上来啊。恩子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好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帮我发动，还是我发动好了，没关系，拿拿拿，你开着。啊！终于，太感谢你了。就这样子。啊。